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杰。我们的信仰车贴终于要上市啦，粉丝敲碗已久，而且我也精心的设计了非常多的版本，终于敲定了最后这个版本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会先跟大家开箱我们的车贴，以及我们要教学大家怎么贴我们的这个车贴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当你拿到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车贴长这个样子，先拿掉封套。等等等，里面就会有一个美美的悬浮盒。那我们这次有出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白色，然后一个是黑色，两个都很好看。好，我们这次就是用了工艺啊，就是一个铝合金的车贴，然后用铝脊搭配一些钻雕，所以上面会有美美的光泽，然后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凸凸的感觉，是由我们很知名的台湾的厂商制作的，那它都帮一些国际的大厂做代工，所以品质非常的好，我相信大家拿到也会觉得它很有质感。那我们就开始做教学咯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教大家如何贴我们的这个车贴咯。那当你打开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车贴拿起来，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个大圆贴跟小圆贴。那我们先把那个大圆贴拿起来。那我们这小圆贴呢，是我们对位置用的。一开始我们要看要贴哪里嘛，假设我们今天要贴这里，好，我们先固定，你就先看这样子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不喜欢呢，你就可以再撕起来，你就可以再找个地方哦再贴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看喜欢这个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大圆拿出来，稍微的固定它哦，这样子有粘到就好。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的位置就不会跑掉了？就可以轻轻的把车贴翻起来，翻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后面有一个背胶的离心纸，我们把它撕掉，撕掉呢，我们轻轻的放下来，放下来呢，就是你刚刚对的那个位置，然后你就把它压下去，它就粘住了。然后我们之后再把这个大圆撕掉，这样子你的位置大概率就是比较不会跑掉了。那这算是一个我们小小的巧思。贴完之后呢，就美美的。那待会给大家 demo 看一下完工的样子。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询问我们的客服，感谢支持。We know there is more.